热气腾腾的豆花谁不爱呀？豆子泡上两三斤，磨成豆浆，适量清油拌匀，烧开过滤，胆水点好后，用烧鸡压实，边压边舀豆角水，细细嫩嫩的豆花切刀划开，荡一荡，豆花、烧焦、盐煎肉，青椒板鸭，沾水里多多的香菜葱，我们开动了，保底两碗米饭。